大家好，我是北冥彪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孜然里脊，用到料是一块里脊肉，一个土豆切片，适量的洋葱、孜然粉、盐、胡椒，还有淀粉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制作。首先，里脊切片，这样切片。将切好的肉片加入盐、胡椒、料酒，多放一些，一茶匙，然后淀粉，好，像这样搅拌均匀，盖保鲜膜，腌制40分钟。好，煮水，先将土豆烫一下。好，土豆烫至，拿个叉子可以把它很轻易的插透，这就可以盛出了。锅热，先加入煮好的土豆，然后加入洋葱，加入洋葱同时再加入盐、胡椒。土豆片两面金黄色，立刻盛到一边备用。锅里面加少许油，然后放入我们腌制好的孜然肉片，两面腌制像这种金黄色，立刻盛出装盘。好，首先将土豆，然后将里脊片。上面再撒上一层薄薄的孜然粉，再撒上青葱，装饰一下。一个孜然里脊配土豆就做好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